但我们一直不断发展可以搭载的讯号。我们架设一条条有形无形的路线，就是为了连接上在等待的每一颗心。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和谐电信的吴副总来到现场。新时间按照 AAIFF 规划分析给我十分钟。副总，楼下说您的父亲来找您。你有事要找我？你妈？她找我了。罗丹会来，现在让我们欢迎他跟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啊！哎，可以回来，真的很开心。谢谢大家。孟维新，你怎么那么巧？没什么变吗？你变很多。如果你能在百日内成了婚，以后生了子，你妈的灵魂可以安息了。这叫做百日冲洗呀！啊！啊，公司有事，我今天一定要走。滚地方，什么讯号都没有。哎，你看那，连网络都没有，连有线电话都不通。有讯号，有讯号。我打。不过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世界了。你呢？喜欢在城市里过是分秒必争的生活，我就喜欢在乡下过闲适的生活。这里景色真美，你还记得吗？Yeah. Nice. 喂，你可以把头往那边转180度啊！十年后你是什么样子？你希望是那个样子？反正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了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小维啊，你没事吧？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永远不会过去。明天我就要结婚了，现在只要你能够快乐，我做什么都蛮愿意。何必呢？你突然跑回来，然后破坏我的幸福。如果真心爱一个人，是会愿意为他牺牲一切的。他会知道你的心意的。你在哪里？家在